见不爱。吃点点心休息一下吗？我准备了一箩。火史莱姆是椒盐还是做成蒜香的好呢？闲着也是闲着，还不如一起找找食材去。我不太喜欢雨天。我想想，今天有没有晒衣服出去？走走走，我带你去找松茸。松史莱姆最喜欢在这种天气活动，快趁机多收集点，我给你做史莱姆沙冰。来得正好，一起去补充点食材吧。午饭已经做好了，快过来吃哦。好，来晚了可就没了。要吃夜宵吗？我这儿正好做了串炭烤盐蜥蜴。哎呀，别盯着了，快尝尝吧。佐料带全了，只有热乎吗？